卡片了。漂亮。对。稍微弱一些，他的对手是罗马尼亚的选手克里桑。左手对右手都是先对反手嘛，他都夺这条直线。但是呢，左手对左手的时候，和张继科胜萨姆索诺夫，现在水谷隼和波尔正在进行第四盘的比赛。啊，水谷隼这个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应该说，这个实力呢，相对来说呢，就比较均衡。啊，就更有的看，而中国队可能实力更强。对。在动态过程中的处理，什么时候凶一点，什么时候稳一点。好的，出手击球，动作还原，啊，然后再紧接着再进行下一个回合。对。哎，这就看出8-8，这球发的不错。哦。要注意连续性，就打完球以后要马上的还原，准备下一把。9-10。啊，这个球很可惜啊！再欢迎您届时收看。我们呢，等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将回到世界体育世界。然后体育比赛，漂亮漂亮。哦，啊，刚才在一下接住，不可能接住两次，但是由于他来回的这个左右抖动，他马上就会感觉出来。啊，他第一时间他能感觉出这个球很沉，那么这时候他就开始校正。现在波尔发球，逆旋转，形成相持了。啊，大家看波尔的弧线非常好，啊，很大，速度很快。嗯。你看波尔的弧线，你可以看他的球的弧线，腰往上挺，手摆臂。嗯。真啊，已经落后别人的时候，实际你要想真正的超越，人的水平高，各种打法都具备，所以目前来讲，这个高科技还不能代替这个对抗了。你有的时候，要那很多地方要需要。调整，是的。变线了，漂亮，漂亮，哦，波尔侧身抢拉，好球，太漂亮了，动作基本不变形。你看，侧身，你看这个侧身侧的位很大，而且拉得很转。漂亮，桑，啊，这盘比赛彭对施拉格，水谷隼对萨姆索诺夫，张继科对波尔，庄智渊对波罗尼亚。
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看到啊，波尔终于。